definition of a rare DJ. 基本工作的组合，然后第二呢是说 originality， 就是看有没有自己的风格，自创的交织，有没有原创的东西在里面啊？对。然后呢有 dynamics， 我们是说什么呢？最主要是说 power move， 然后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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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， 对，就是飞来飞去那些动作，看是做的如何。然后最后还有那个 execution， 是说你整体上你的动作是做的完不完美。有没有的完成度是不是非常干净利落这方面的？对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 battle 这个项目， battle 这个项目是看你如何跟对手做个回应，就我做一些东西啊，然后 Jack 可能会拿什么来回应，然后看你可不可以把你对手的自信拿走，赢这场 battle。Yeah, that's it.解释到这里啊，解释到这里，废话不多说。可是呢。没有裁判的话就没有比赛，所以谁想要看看我们今天裁判有